哇，这挡在桥上的。再来一次。这个是帕迪亚实景哎，大瀑布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昂昂，这个也太讲究了吧！哦，风，赌博末世路，走那个走那个，走到对面真的可以拿到100万了。看一下下面，哇，这就有那个电影的场景感了。可以飞过去了，看到很多个米粒龙而已。西斯，他们会讲话欸？不会喂龙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吧？一直在路上当寿司的路障，是你吗？波猪。波猪，喂，是你是他欸，特别大，尾龙堡主吃吼霸，原来是刚旁边游的那一只啊，完了，效果不好，哇，效果很差欸。我们丫丫很久没有发挥了，平台辛苦了。卫龙堡主不是龙系呀、啊，说好的卫龙呢？啊，对啊，卫龙本来就不是龙，讲的是很有道理耶、欸。踢死他，麦特凯。干走不痛，打到，OK，他绕跑了，累，鱼嘞，没看到鱼啊，又剩你，为什么你还在？要被吃掉了！怎样？该不会米粒龙是幕后黑手吧？哇塞，有小弟！发现了！他是寿司，他是握寿司，这只嘞？到底被吃掉，像寿司。他先吃秘传那个调味料，然后再被这个大只的吃掉了。利亚路莎在飞，利亚路莎在游自由式，他有浮板呐、啊。我们利亚路莎有浮板，他到底是飞还是在游啊？看起来是游欸。根本就死在水上！哎呀，打自己！你再打自己一次，我会生气哦！那第一次看到有人混乱这么蠢的，好啊，我的在打混。快点，队友，松鼠，赞哦！狗叫，寿司鱼，窝耶波猪，快打啊！
Oh my god！ 还有三阶，可他好小只哦。好险，我刚刚没有把太进化用掉。我靠！哎、欸，我秘密武器突然被干掉了。这只寿司那么强、啊，蒸汽弹，蒸汽弹打下去了。我、哦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哇哇，这只有点强。下班。利亚路莎会不会上来就被秒？利亚路莎，你的速度够快吗？你的速度够快吗？够快。哇塞！嫩啊！我的莎莎长大了，走！袜子湿了，袜子湿了，看了很不舒服。这一个是什么味啊？酸味吗？酸甜苦辣，辣，辣。最后一个技能了，攀崖。加油！为什么那边有一颗超级球啊？不是高级球。我感觉没成功，怎么这样？跟他玩球，快点！哦，偷摸哎！小池小径，抱歉，我要先打完道馆，抱歉。走啊，我们一起去打他，去打败他。我的家，好久没有回家嘞。妈还在。哈哈哈，血吗？冰箱有什么、啊？冰着三瓶食材，妈掰！就你在混，打完太金团体战又收服了一个米翼龙，都还没到。
合理合理，这人物就丰满起来了。没人 ？What？ 看起来很久都没有人了，一定要把我们引到巨坑的吧？地灵区最深处，完了要解锁新区域了，看离玩完还很远。猪之书，对你儿子好点，拜托。好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过去。怎么去呢？我去就好，我要去。其实你不去没关系的。你也要跟我对战，搞不好你很强欸，你不要派他吧，你要打到重伤。不要紧，大丈夫か？藏隶属，我把请假王搬来支援了。怎么打？哇，他五十八！天啊，五十八等是作弊了吧？害怕，你怎么会有五十八等的怪？没有倒，62，害怕在开挂吧？这只很硬，完蛋！隐形岩是不是？先舍弃这一回合，再踩它。还是没死，哦 ，Dragon Claw， 好，错不错不错，
哦，对哦，有隐形岩，哎痛！先降他防御。哎，有点夸张了，过分了。蘑菇包子睡眠，睡着了怎么办？睡着吃药啊，这么简单，万灵药吃下去。为什么你会你先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继续刷嚣张，再降你防御，等下就一招秒杀，欺诈，没中哦，等你这一次很久了，哈，是不是被降防了？干干得好，月亮衣服。这个盐，大自爆！哎、欸，首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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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防御，我首席是比别人更狠。哇，那是九滴，吃药，赶快吃药。首席，首席没办法秒杀别人就没用了。完了，如果他再出那个，完了，哎，首席挡下来了，呼呼，首席好强，反杀，哎，辛苦了。辛苦了，一起打。赤甲背，等一下你是不是二系的？完蛋了！吸取之吻，Oh my God！再吸，再吸，再吸！锁血，我们这全开，每个都开锁血。抱歉了，你也可以太进化，你最好你，他怎么突然变成一个顶级训练家？二属性，屁啦，极重要。利亚路莎上来拼个速度吧，利亚路莎、啊！利亚路莎也是要贡献的，哦，超硬，什么硬？这只。会不会太强？银子弹弹会不会直接 被石头刺死啊？他撑下来了，先降他攻击，快点！不要那么凶，
效果绝佳欸。啊，应该先回血的，我这好玩，怎么效果绝佳了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能扛，还能扛，啊，超硬！他被降两次防御而已，最好再降一次防御。一切都为了我们的最后一只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啊，辛苦了，月亮一步，我怎么觉得打不赢啊？快点炫给他看，流水炫舞，最初始的伙伴应该最可靠吧，要赌上了，每次都是他来收残局，没办法，因为他真的太稳了，我这一次依然相信，相信他没问题。碎害怕你，你可以去拿八个道馆徽章了，一万多，有钱人啊，赢了！你真的有个难打，你很可靠，至少还需要两个人拥有冠军级实力，所以我还要再去什么冠军之路。找尼莫会长之后呢，还要再去什么天星帮再找一个，是不是？唉，唉，巨坑真的是等最后好啦，我去打道馆，打道馆喽。完成三分之一大主线，赞哦！啊，马上跳去打道馆。